一三一三二，好啦，三一三二。冇錯啊 ，Abby 仔。三一三，手掣玩。嗯？手掣成日都唔得。手掣用啩，算啦，用鍵盤啦。技術是差一點，但是表現力是真的除了來了。车匙，哦，即系仲要落翻去，哎呦我的妈！唉，鬼烦嘅呢啲有一个真实背景呢啲嘢，又系中国啲嘢，真系，嚟啊，落落去啊，啊出嚟吓我嚟啊！啊！你媽真係嚟嘅喎！不過我都用手掣玩呢啲，真係好鬼煩。第一次，佢話冇快速轉身喎。停一停先，隻手線啊，一個蘑菇度，冇啦啩。哦，見到啦，見到嗰度門啦，衝啊！點啊？即係特登轉一轉。4分鐘先過咗，差唔多爆機啦。我諗我應該，人哋速通係就係打10分鐘，咁即係我打半粒鐘係差唔多咧。啲咩嚟㗎？
哇，超舊嘅電視，即係其實我都而家揾唔翻啲電視。我係鬼面，你正話遇到鬼咁眼。原來一直都係你，一直做節目嗰陣從來都冇聽過你。都係你。喺城寨翻嚟之後，你有冇發覺嘉慧好唔正常？其實我一直都懷疑佢係咪又有古怪，我唔可以打草驚蛇住。而家你嗱嗱聲去停車場，我已經 set 好曬啦。之后再慢慢同你解释嗰部 DV 机嘅嘢啦。DV 机，你隔篱有个测鬼器，仲有要小心嘉慧。Kate， 阿嘉慧叫 Kate。哦，见到鬼就唔过去啦。去停车场用阿奇，即系我走出停车场搞掂啦。锁住咗，仲够胆搭 lift， 撞鬼仲敢搭 lift， 穿过停车场揾到阿奇嘅车，啊！虚幻四啲画面真系好啊，這个引擎真系犀利啊！佢好彩真系用虚幻四个引擎啫，成个画面啊 OK 啊，做得。雖然嗰啲建模有啲差啲，呢度點啊咁？呢度有鬼，固定的，睇佢點樣行先。咁都见到我，哦，佢咁样真系夹硬要兜远啦，咁就夹硬要兜嗰个远嘅车嗰度，唉，就冇提供啦，先至烦。唔系啩？咁样都穿出嚟啊！即系我谂测试组真系冇测过，又咁求其，三针都穿得出嚟。
点过喺度？仲要行翻去添啊！大鑊，又企翻住添。哎呦，嚇死人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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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吓死人啦！等。唉，咁差啲啊！咁开嗰度应该点样打？应该系呢度啊嘛？车场唔系呢度啦，应该系边度啊？匿埋喺个柜度，定系呢一度啊？应该哦，电压唔够，所以先关条其他电闸。哦，呢度过嚟匿埋，哦，明解。啱啱讲完就发现我，我应该贴住个架车嗰度，应该咁啫，太开啦。唉，都系睇攻略路线会好啲。唉，咁啱冇睇到。嚇鬼咁樣嚇，哦，會打死嘅，唉，真係，又唔俾人跑先至衰嘅啫。唉，我仲想睇攻略添，必而要喺度等我咁鬼耐，冇用啊！只能走。嚟到呢度又见唔到我嘅，基本上见到嘅啫。都仲系见到嘅，不过有个墙角可以靠过去。匿埋先，冇啦，再慢慢行过去好过。电压唔够，仲要关其他电闸先得，仲有其他电闸噶。哦，依度有一个。
走。用錯啊！喺度俾個，唉，想睇路線添啊！呢度即系我谂应该有三个电闸啦，佢系咁跑又唔俾我跑得快啲。我的妈！黐线！咁都见到我嘅咩？可能整三個咁咁咩啊嘛，咁啊仆街啦，咁唔得。哦，咁樣行翻去。咁又見到我，喂！窒住咗！媽！哎呀，好煩喺度，啲解謎好鬼煩，咁都見到我啊！即係佢第一部車，我就要靠過去。哎，如果我過唔到，我要睇攻略先得。超煩啊！喺度，差啲俾佢見到我。那個電壓箱啊，都走遠少少先，唔急嘅，唔急嘅。哦，佢度靠過嚟嘅，所以見到我會，佢梗係向下。我只固定哎，算了，投降。我睇下，睇下條片速通先。點樣行啊？好鬼煩啊！16速通呢度。差唔多爆啦！佢呢度，佢應該點樣過啊？一開始。
就咁样行得噶啦。哦，呢度有一个。呢度仲有一个，冇啦。就呢两个，边个啊？哦，原来呢度啊，挂得知啦。哦，啊，呢一度直接行过去。搞我仲咁咩？就咁啊得嘅。一直咁样快好多，唉，都唔使话咩。哇！咁你都冲过嚟？我唔信，或者冲到过嚟嘅喎。哦，咁快嘅，真系靠嚇嘅噃。誒？哦，即系一开始嗰间就会自动当系咩？妈！哦哟，佢会穿过嚟，我先喺我第一道门嗰度穿过嚟，啊，好鬼核突啊！嘛，行到过去先知道啊！我觉得核突啊！呢度一打速通，除咗跑步，唉，操作真系唔得。开错咗喎，
哎呀，个操作好核突啊！明明我想过咗去噶啦，啊，又核突喎，成日喺度叫啊，真系，唉。唔系固定的，随机。屌你老尾啊！明明又唔想换手，又唔想录鼠标啊，惊又集到咩咁？嘉慧架车喺边啊？嘉慧架车就系依一架系嘛？唔敢拧转头喎，要尾啊，跑得慢。嚟啊 ！R T 加速 ，L T 减速，嚟啊！唔得嘅。哇！咁恐怖嘅，吓吓我添，即系要撞佢啊！撞到佢噶，哇 ！hit 到，嚟啊！撞啦！哇！好飘啊！睇指南针啊，又要，真系核突嘅啫。贴住符，跟住可以撞佢啊！好鬼烦啊！随机拆呢啲，先先哇！最后呢啲操作有啲话真系好降，好降，好降，好降咩嘅喎？撞击女鬼知啦。啊，好核突唔得，我呢度要用鼠标先得，呢度用鼠标先得。哇，好飘啊！最后呢度。好差依度，依度我真系会降好感，因为我死得太多。你仲有第一个即刻哦，退一段距离啊！车我即刻后退一段距离睇啊！哇，好飘啊！
Q 華特嘅票到？佢哋製作組有冇測試過嘅啫？唉，明知我玩啲嘢差嘅，邊有咁鬼飄啊？真係，三項鐵人賽啊，媽得到精神污染啊！嘉偉，冇得啩，頂唔順啊！我小心臟，我的小心臟頂不順啊！啊，這邊應該看劇情就沒了。真理之門，我是艾德華艾迪克，煉成他弟弟。爆機搞定，哇，依一個係咩參考邊一個場景㗎？咁熟嘅？Ghost 咩啊 ？Ghost Temp DV 啊 ，Radio HD Radio，LENS 系镜头嘅意思啊。
嗰啲伤。嘉伟，呢个边个嚟噶？阿乐，你醒咗啦？真系辛苦晒你啦，冇晒病痛嘅感觉，真系太好啦！鬼面姐，呢度系边度啊？嘉伟呢？我哋快啲揾埋嘉伟。一起离开这个烂鬼地方啊。离开？我为什么要离开啊？这里简直就是天堂。阿乐，你懂不懂你自己有多久没吃过饭，多久没睡过觉啊？只要摸清规律就可以行走自如，还可以摆脱时间的束缚。这么正的地方，我又怎舍得走啊？个口型真是。不过讲回转头，你都有好大功劳，如果冇你喺度，呢个空间就唔会连接得咁妥当、咁稳定。呢段时间我都搜集咗唔少素材，我都等唔切，而家就想去欣赏下。你探讨下先啦。嗯，你探讨下。好耐冇听呢两个字啊，探讨。啊，你好。哦，即系可能仲有二代。啊，我终于爆机啦！黄旭林啊，定系黄义林啊？唔记得咗嗰个字点读。黄东，制作人，企划，二 D 美术，三 D 美术，一二三四。哇，得几个人做啊？得六七个人做嘅啫喎。算做唔怪得知咁差啦，做得 3D 模型牙膏 ，Epic Games Style 乜乜技术支持，书法日语翻译，米津健一韩语翻译，名谢特别名谢香港数码港香港政府档案处历史档案处半支烟，遮盾胡孝宗师小伟同阿以及衷心感谢你。雪儿，最真挚的感谢。To be continued, C O N T I N U E D。哦，即系得三个章节。鬼鼻屋村、通灵异境、戏院孤魂、血祭、孟南、死亡直播。啊，播完啦。唉，真系顶唔顺，好难顶。